你别问我了。不是我，是另一个人。不是不是不是，我记得记错了，你别问我了。是这样吗？至于吗？反正暂时也不想跟我爸妈说话了，那就在项目家多住几天呗。你看，你又开始逃避了。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遇到问题得想办法解决，不要有负面情绪。嗯，你说倒轻松，你有什么办法？我当然有办法呀。什么办法？听我一个，我告诉你。那你还是别告诉我了。哎，哎，等我一下。真的不想知道啊？不想知道。干嘛呀？我问出去了。我知道。那我们去酒店好不好？又去酒店？我搞像偷情一样。那我问回来怎么办啊？问问他不会回来的。上次我们就在这儿，然后他在那儿就看见了呀。上次？对，就上次。哪次？在这儿。你们在干嘛？哦，我记错了。记错了？记错了？那就……哎，不是你别问我了。不是我，是另一个人。不是不是不是，我记得记错了，你别问我了。是这样吗？哎，你们回来了。在干嘛、啊？擦仔细点啊！哦哦，好。你们家这太脏了，给你打扫一下。文文饿不啊？姐给你做好吃的。好呀。我来吧。啊？姐姐，我有一个想法。什么想法？我想要个弟弟。还是你喜欢妹妹呀、快洗手。好。